如果没有福德的话，你看你能信能解，做不到，敌不过眼前名闻利养的诱惑啊！你不是不懂啊，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，明知故犯，这种人很多，不是不多啊。所以印祖一生提倡因果教育就大有道理。懂因果是懂因果，这生死问题真是大事情啊！生生世世迷惑颠倒干这个事情，那与一切众生结多少冤业？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是把因果道理、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这真觉悟了，不再干了，下定决心不再干了。我这一生一定要出六道、出十八界。我看到了，我这一步就踏到了。今从这个今时，现在我们从上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为本经之宗啊，这就是发心跟持名合起来了啊，这是本经的宗旨啊，本经修学指导的原则。换一句话说，本宗是净土宗第一经啊，也就是说修净土最高的指导原则就这八个字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正是双曲两家，这个两家是两派啊，古今两个学派啊，他们所主张的啊，把两家合起来了。又复设归名号，正与莲池大师之意相契合。啊，发心往生的，往生当然品位越高越好啊，越高越好啊，那这个是在持名啊，啊，认真老实念佛啊，你的品位就高了。这些意思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，对自己修学就大有帮助啊。这切此八字斩之，则为彻悟禅师之教啊，这八个字把它展开，就是彻悟大师所说的四句话：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以甚信愿持佛名号啊！啊，彻悟禅师说的，老人家是念佛往生净土的，禅宗的大德啊，回过头来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十六个字我们要把它记住啊！真为生死，不再搞生死轮回了。生死轮回苦不堪言啊！我们脱离六道之后，在极乐世界成就了，实在讲不成就也行啊，一到极乐世界马上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也行啊。为什么？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你，你虽然是凡夫，可是你的智慧德能呢与七地菩萨相等，你是阿惟越智菩萨，只要见了阿弥陀佛啊，你就有
阿惟越致菩萨的待遇，你就取得了。啊，所以你证得阿惟越致，当然更好。普度众生的，没有证得，你有大慈悲心，看到众生太苦了，也行。啊，你应化在六道里面，阿弥陀佛，诸大菩萨会常常照顾你。啊，真的。在极乐世界证得阿惟越致，啊，阿惟越致是圆证三不退，在华严经里面圆教初住菩萨就是啊，他到六道里面来应化，他会不会迷？他不会迷了，他见性了。啊，明心见性，怎么可能会退转呢？没这个道理。啊，什么样的菩萨会迷呢？十法界里面，十法界里头，声闻缘觉菩萨佛的四圣法界，到六道里面来应化，他有隔音之名。啊，化身菩萨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这些菩萨，他只有位不退也，他行有退也，那念就不必说了。他只有一个位不退也。啊，到了明心见性，脱离十法界，证得语言初住。别出地不退了，那这个地位上，诸佛如来还是加持他，增进他的智慧、道力，啊，帮他一把了，他才能成就教化众生的功德。下面说是越智啊，前面是展开啊，这悟大师所说这四句话。啊，越智呢，这位偶益大师所倡导的性愿之名啊，偶益大师讲这四个字简单的 啊，这四个字，应供老法师啊。我们净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一生受持，你看在文钞里头，他常常叫人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啊。他老人家的心传呢，啊，传法呢是六个字：顿轮净分，行邪存诚。幸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啊，这十六个字是印祖一生的行持，啊，十六个字把它说透了。啊，弥陀要解以信愿持名为宗，啊，民众论用啊，啊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呢，《偶业大师要解》里的就是用信愿持名，啊，因为《弥陀经》跟这一部经是同一部，大本小本，啊，所以指导原则是相同的。底下说并云
信念持名为一经要旨啊，这些话都是欧益大师讲的。信念呢为慧心，持名为行心啊，这里头得生与否全由信念之有，品位高下了全由持名之深浅。这两句话说的太好了啊，这是净宗修学最高指导原则。故慧行为前导，行行为正修。信愿呢，我们在讲解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什么是善根呢？善根就是能信能解。这是善根。什么是福德呢？福德是能念，你真干真的持名。因缘那是你的外面的助缘的环境。你遇到这个法门。遇到修学这些法门的善知识。他们来协助你，这是外缘。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具足，决定得生。这个三者缺一个都不行。你有福德，你有因缘，你没有善根，遇到怎么样呢？不相信。也没有办法理解他。所以这个念佛的愿的时候，你发不起来。求生的愿。如果没有福德的话，你看你能信能解，做不到。敌不过眼前名闻利养的诱惑。你不是不懂。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。明知故犯，这种人很多，不是不多。所以印祖一生提倡因果教育就大有道理。懂因果是懂因果，这生死问题真是大事情啊！生生世世迷惑颠倒干这个事情。于一切众生借多少冤业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是把因果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这真觉悟了，不再干了，下定决心不再干了，我这一生一定要出六道出十八界。这因果的力量那你就会真干了，那真感就大福德了，无量的福德了。行行为正修了。念念不离阿弥陀佛了。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跟阿弥陀佛相应了。如莫足比喻。这是个比喻，比喻话好懂。我看到了，我这一步就踏到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